嗯，那就所以只能选温室、盛宴跟游戏房，还是换一个人开看看？对啊，换一个人开看看。好啊，团团，好，那一样哦。嗯，我们要遮，团团不要怀疑，一定是你。我解锁了耶！哎呦，还解锁的，很会锁哦。没有，哎，地区可以选哦。嗯，遮一下，你们自己进来啊，一样嘿。遮一下。我怎么看是五个人？你怎么只开五个人？对啊，那哦，开错了。哦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旁边都可以挑。对啊，我直接加就好了。有了，有了。哎，真的，其他都是锁着的。对吼，哦，真的没有啊？是不是因为有人有其中一个人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能用？我觉得应该不是哎，不然躲，他就要开看看吗？不是啊，如果是像我刚说，就是只要有其中一个人不没有这个没有解锁到的话，就不能玩这张地图。嗯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吧？吧吧，还是我猜错了、啊，这是我猜错了，不然就是有可能是 DLC 之类的。哎呦，这更有可能。有这么坏哟？这个有可能、啊，这个我觉得有可能。因为刚刚喵哈看有团团没有看到有锁，那只有房主看到有锁。对啊，只有看到房主，只有房主看得到，所以应该就是那个你说那个 DLC 的那个差别。进来啵儿，啵啵啵，啵儿，啵啵，啊，连接中。为什么你有面具？猫头鹰面具，帅吧？你有你要抓你。再卖帅啊，第一个抓你。那就这个吧。游戏时间，减四分钟。细魂金，细魂金，好像绿油精哦。小玉，细魂金，阿蛮，噔噔噔噔，细魂金，什么啊？鬼在靠细魂金，六福村，工商拿多少啊？金。有工伤咯，臭环境也要工伤。你是骂臭环境对不对？臭环境，臭环境。哎，我跳出来了。跳掉？为什么跳掉了？哦，这游戏有问题呀！我们跳光光还七杠七耶！我们还是给喵哈好了。小机长关台要不要这样？我们还是给喵哈开好了。这好恐怖哦！为什么我开就爆炸？好，我弄好了。嗯。不要啦，你们还是要等我再关一次话。对啊，刚刚有选地区吗？有啊，我有选。嗯，我是选 Asia。Asia。Your brain is older in a game。三回。Asia。刚这个逃跑好像还没玩过。Your brain is already in a game。三回。你的朋友已经在一个房间里面了。嗯，在游戏里面的，好会哦，好会哦，变猫，插小雨，好，好，哎，小雨有了，我在连接中，刚刚有人想歪是不是？哎呦，你们真的是不行，谁？嗯，他，听到那个笑声怪怪的哦，等小雨，这样不行哦，进游戏的，逃跑六分钟哦。它是另外一个模式，嗯，逃跑要逃，它也是要找那个手表，可是幽灵好像不太一样。我们可以看那个问号啊，点下去。哦，逃跑就前刚刚有玩过啊，刚刚玩过。对啊，就是那个鬼不能抓人，找手表游戏变的鬼不能。不是找。哎，可是他刚刚有说什么红烟、绿烟什么的，那个是按右键人按，哎，可是这个人可以按右键吗？这是不是看不到鬼？一样看不到鬼哦。红色是会抓人的，绿色哦，对，按右键可以看啦。找手表咯，没找到手表就全部都输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不管怎样，只要不被抓到，我都觉得有赢。顶问啊，谁呐？鬼嘞啦！哦，陨月哦。你在长很丑。什么啦？你才丑呢！他那个面具看起来好丑。我找到一个，我至少是可爱的猫影好。太快了啦！已经蹦出来了，白痴！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在逛街了。你也太安静了。我找到一个了。我找到一个。哇！他已经出来很久了。
我已经逛街逛一段时间了、欸。嗯哼，嗯哼哼，哦，领导好得路哦。不是，这个不是。啊，那那那，没道理踩这个乐乐上面不会扣血、啊。那鬼的体力好低哦，走两步就累了。对啊，没办法，因为鬼隐形啊。哦，这个小雨，你的猫头鹰真的很像鬼哎、欸。哦，是我、啊。哎呦，是不是？是的，现在这个鬼，我也找到一个了。我找到两个了。我刚找到一个，哇，小雨好猛哦。你看，你们还说我是鬼啊？我看到了。嗨。你们在一直在那边剁剁剁啦！我只是在散步而已哦、喔啊。散步也不要拿刀，好不好？有上的幽灵可以那个啊！我记得我们之前不是一直乱开关门还是干嘛？对啊，开门关门就是在那边吓人啊、欸。可是我刚刚看到说可以放女妖哎、欸，可是我也找不到是在哪一个按键、啊。是我们才能放啊？对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放，是我才能放啊。这次换喵哈按到那个了。我又找了一个、，sorry， 为什么？哇，小雨好猛啊！反正就是走过去，一直看着地上边边角角，然后都还没有被抓到，超厉害！我刚刚走爬个楼梯就被抓了。彤彤，你都没在找？对啊，有啦，我找到一个了啦！你怎么没在找？什么？我没在找，我已经死了啦！妖叔哥哟！快跑！快跑！我想看他们在哪。妖叔哥哟！我是无辜的幽灵。你找到了。没体力了、哦最，最可以找的已经变幽灵了，看你们两个怎么办、啊。团团，我在你旁边了。我没体力了，嗨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好，谢谢你小心哦。我刚刚看着你走到箱子后被蹲下来，这个笑声很 OK， 哦，很真实。对，因为真的被吓到啊。团团竟然还活着。不是啊，我现在很迷惘哎、欸，你赶快把我抓死好不好？找我找不到啦！哎、欸，跑到你后面，跑到你后面，回来，回来，手表啦！那个花后面，那个花后面，你看到花好懒，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！为什么在这种地方啊？他都在那种很……跑团，你还剩三个，加油好吗？你是以为有鬼在你后面是不是啊？对啊，团团，你要想，你只剩下三个，你可以破关哎、欸，不是找不到啊！哦，团团，鬼好像在你附近了哦。哎、欸，躺在你后面，你躺在你后面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这个手表，我跟他手表啊，快！哎，团团嘞？哎，团团，这次你真的要后面一下了。我走不动了啦！我团团，我走不动。团团，龙多医生来了，快点，还有大量回血，快跑！你赶快跑，快走，快走，回家，好不好？躲开，我帮你关门。我帮你开关门。我走不动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团好像残障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、啊。我真残障没两样。团团，你好，快快快！希望没了。好难哦。这里我看到手表了，然后被抓了。我找了三个。我找到两个，换一个。什么？一个我找的哎、欸。对，我就你们还要玩手表还是最简单的模式？我没找到半个啦，最简单的、啊。我找到了六个啊！六个人，你这样讲好像有理哦。那可不可以玩家变成手表让鬼找啊？妖怪手表，火猫猫，玩家变成手錶、欸……所以你们又回主大厅了吗？没有、啊、没有哎、欸，我要看那个脸啊！在大厅啊，在大厅啊，在那个游戏，我还在逃跑哎、欸！好好，我现在看那个脸在靠近我，我也是，这，就你们要重来了。嗯，对我这次有这个干、嘛？他没有跳出来，他没有让我跳出来，他一直在靠近我。你可能要重来吧？重来，重开游戏，人生重来枪，好好的饮料，喝水。Hello， 不是怪物手表，是玩家手表。哎呀，忘记了。Casrio 解锁地图。啊，路易，有可以解锁地图吗？我没有，我在 Google。好像是要玩的次数是吗？好，对啊，就是你要一直玩啊。什么东西？
解锁东西啊，地图、角色。好少人在介绍这个，完全没有写。介绍你，我进不去，进不去这个大厅呢？为什么？我刚刚一进来看到大家都按准备。就是虾米。再一次、啊。哎、欸，有啊，进来了。啊。为虾米？好了 ，ready。人类可使用立场护盾，一生来避。哦，基本的、哦。嗯，对，这是基本的。第一次看直播 ，Hello， Hello， 目前安安，我们目前只能选三个，好可惜，其他房间不能玩。对呀、啊，泽平呢？啊，我在里面。他 DLC 是免费下载诶。泽平在哪里？啊，真的假的？有啊，泽平在里面啊。我看你下一个位置啊。咦、啊欸、哦，所以该不会是地图我们要自行下载吧？应该哎、欸，不然大家都要下载喽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腰扭到，等一下，腰扭到，你坐着会腰扭到？你为什么坐到腰扭到啊？我老了没？就一个转身，然后就哦，你在我面前说老，在我面前说老，尴尬了。我身体年龄老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到腰了，北七哦。都好了吗？那我按准备喽。好。好其实你按准备还要等我按开始啊，所以其实可以大家都先按准备等。对，没差。闪到腰不用吃药吧？应该没有严重成这样吧？看你的严重性喽。I human， 又是我啊！啊，当你闪左边的时候，你就要闪右边；你向前射就要向后射。鬼在你左边的时候，你就要往左边走。屁嘞！哎，不是吗？哪是啊？当鬼抓你左边的时候，你就要给鬼抓你右边。我不要再折，抓一次就没有了。这也是要找脚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这是简单的逃逃躲躲藏藏。逃躲藏藏，感觉很长哎、欸。看到有个箱子在动哎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哦，你是说像？哈，突然间像在动哎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看到旁边有人在叠罗汉，然后这里我看到你在来这边呢、欸。嗯，就这样子没抓不到你哎、欸，这样抓不到哎、欸。喵哈，你走开啦！你为什么每次、啊欸、北区啊？哎、欸、哎。欸团团一走，突然被抓了、啊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这样死去了、啊。哦，我跌到了，分身没了啦。哎，小雨跑了，小雨跑起来，跑起来。我以为那边很棒的，你在那边乱搞。我也觉得那边很棒啊。其实我可以按右键看到你们在那里啦。嗯，哦，好啊，都这样啊，按右键啊，有种就不要按右键啊。啊？啊？卡住了，卡住了，等一下。啊！我帮你救出来，我救你出来，我救你出来。我救你出来还是出来？哎，可以。什么声音啊？来，上面那个我跳下来，我接住你，跳下来，我接住你，不能发呆啊。等一下啊。这假的啦！跳下来，我接住你。啊、哦，我下来了，你没接住我，你这个骗子！你这个骗子！有接到了，接到了，可以。不要相信那个拿菜刀的说的话。小雨在哪里呀、啊？德平在下面。下面有人、啊。他在下面。啊！哎、欸，这箱子可以动哎、欸。在下面哦。哦，你是说躲在那个位置啊？哦，小雨我来了。小雨不要躲了。小雨躲在哪里啊？小雨，那到处都是鬼啊！他躲在哪里啊？他躲在这款游戏里。废话。讲屁话啊！在讲屁话。不以为。哎呀！哦，哎，我还在这边停下来。
他跑进去了。没有啊，他在这里啊。哎呦，有鹅在我附近飞啊。跑到地下室去了。不对。哎，那是哎都死了。抓到了。剩他一个，快点。抓到了，抓到了。鬼获胜，鬼胜。获胜。阿尚，哎呦，你只有鹅在我附近飞。Human 是人。说真的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这要怎么躲，因为鬼会直接看到你的位置。对啊，他好像就是要跑。哎呦，可是这个跑你很难跑得过鬼啊。